中环影视圈几十年的资深演员岳华，今个月2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享年76岁。岳华的丧礼在温哥华时间10月27日早上9点举行，丧礼由岳华遗孀恬妮主持，并开放俾公众人士入内鞠躬。门外摆放咗几十个各方亲友同团体送嚟嘅花圈。岳华的姨仔恬柳亦向电影剧组请假嚟送姐夫最后一程，而同岳华相识当年的好友，包括张译、高雄、张之国等等，都有出席吊唁。他哋都有轮流上台致辞悼念挚友。而恬妮致悼词的时候，收拾悲痛的心情，更形容丧礼是庆生会，仲大赞丈夫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之前就经常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们之间有说，那大家都听清楚啊，都有家人的，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在这世界上你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像我一样对你这么好的人。哎，真的，他一死我即刻就明白了，真的，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就像他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的真诚那么一样的真。仪式后，灵柩被移送火葬场火化。当灵柩被搬上灵车后，众人双手合十诵经，向灵柩鞠躬致意，神情哀伤。睇更多 TVB 精彩节目，欢迎询问各电视平台订购优惠1877-893-8888。